魂老爹感电玩。大家好，那么老爹啊，原本以为啊我只有一只这个金属球棒啊，那么后来啊老爹啊发现啊这个活动这边啊限时招募角色试炼，不对，限时回馈这边啊，老爹已经180抽了，所以有第二张哦，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来到。鬼でも竜でも俺は行けるぜ。三星的金属球棒啊，格挡率加 10% 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那么要四星的话，还要再抽啊。我们先启动天赋一下。好，又获得五个碎片。那么各位观众，老爹已经把它练好了，现在等级来到了85级，角色技能17级。没问题。然后装备专属卡两个都91级了，那么现在老爹就要用老爹的金属球棒队哦，超级棒球队哦，打我们的 PVP 了。好，来补上我们的球棒。各位观众，老爹这个队伍啊应该强强棍啊，应该强到哭腰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排哦。金属球棒这么强，应该放在前排吧？没问题。应该这样子放吧？好，各位观众，就这样子放了。那么，让你们见识见识老爹的这个金属球棒究竟有多凶悍。我们挑战我们的 LKK 哦，老 Coco。 各位观众，睁大你的双眼，大家都说球棒很烂哦，那你们看看我的球棒烂不烂。好，我们的 King 先开了6个心跳声，对面的 King 开了一个小眼神，钢铁骑士58万，看我们的球棒。好，没事，球棒没有动作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没问题。看我们的球棒，直接敲那个屁孩，敲死他。还有这边春卷丢了6个春卷，我们的球棒直接敲掉他的春卷。有没有看到啊？敲死他的原子武士又敲死一只，我们的这个不良少年直接敲死对面2只啊！有没有看到啊？好，现在来到4打2。谁说球棒很烂的？谁说球棒很烂的？我才三星啊，没问题啊！再来。好，我们的 King 开了2个心跳声，直接带走对面的 King， 直接敲掉他的。啊，还没有，等一下，直接敲掉他的独角声。各位观众，击败了我们的 LKK 老 Coco。好，再来挑战我们第9名的金城武，他也用不良少年的形象哦，我们打爆他。各位观众，睁大你的双眼哦，老爹今天哦可是超级凶悍的哦，他用的是回血流。好，我们的 King 开了一个心跳声，春卷春了一下，钢铁骑士丢了一下。好，我们的金属骑士，我们的金属球棒直接敲了一下，再来敲他的微笑，没问题，一个三垒全垒打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钢铁，我们的钢铁球棒直接敲对面两，直接敲对面两只，没有敲死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对面的欧船让我们越打血越多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
谁说金属球棒很烂的、啊？谁说的？仕方のないこと。オムドキ开了四个心跳声，140万。不愉快。春卷之间四个春卷，150万呐、啊。我们的不良少年血越来越多啦。钢铁骑士120万。血脉。没问题啊，5-2。我们的球棒击出一个滚地球。好，我们的深海王吐了一个小舌头，独角兽直接结束比赛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进城武士吧，我零强啊，我什么都不怕啊。啊，来挑战我们第六名的二郎，二郎传说的二郎 ，Hungry Wolf， 没问题。挑战我们的 Hungry Wolf， 他也有不良少年啊。没问题，我们靠他。好，来，双方的球棒，究竟谁的球棒比较凶悍？仕方のない。我们的兵开了六个心跳声，造成100万的伤害。好，对面的球棒，对面的食人花开了三朵食人花，我们三个中毒了。对面钢铁骑士100多万，我们的球棒给他一个二雷安打。再来，我们的春卷直接六个春卷，160万，直接自爆了。我们春卷自爆了，靠腰，没问题。他的球棒 GG 啦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他的球棒 GG 啦，我们的球棒依旧健在哦。所以老爹的球棒大获全胜，没问题。靠爆他的独角兽。我们的球棒击出一个满垒全垒打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结束比赛 ，Hungry Wolf 是吧 ？Hungry Wolf 是吧？来挑战我们第五名的番茄阔鱼，阔鱼是吧？阔鱼是吧？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球棒究竟有多狂妄！来，我们的 King。盯了一个小眼神，对面食人花开了三朵食人花，对面 P 还戳了一下，我们的春卷之间六个春卷，210万的伤害。好，对面的细菌人不怕，我们有口罩。弟弟王啊，世界最烂的弟弟王啊！4-6，没问题。只要我球棒健在，完全没有问题。43万的伤害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再来，我们的独角兽直接敲掉对面的深海王，来到了4-4，直接自爆两只，3-2。仕方のない。好，我们的 King 开了两个心跳声，对面只剩这个独角兽啊。看看我的不良少年直接靠爆对面的独角兽啊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啊！有没有看到啊，各位观众啊？真的谁说很烂的、啊？来挑战我们的 One King， 一王是吧？一王是吧？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球棒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的 King 开了一个小小的眼神。对面金属骑士，再来，我们的春卷之间六个春卷，170万。好，对面的球棒挥棒落空，我们的金属骑士造成130万伤害，没问题。仕方のない。好，对面的 King 开了六个心跳声，240万啊！好，我们的球棒靠了一个四垒全垒打，没问题。好，他的球棒又挥棒落空了。我们的深海王吐了一个小舌头，还是6-6啊！各位观众啊，打了半天还是6-6。好，我们春卷GG啦。好，没问题，5-6，加油啊，球棒啊！好，我们的 King 210万啊，各位观众啊，
核弹系啊。好，金属骑士一个五支七万，对面只剩两支啦。我们的球棒再次击出一个安打，直接带走他的独角身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有没有看到啊，各位观众啊？老爹，这个球棒真的可以啊！好，来挑战我们的大道还不动，速度很快的黑人，速度很快是吧？速度很快是吧？来，我可是有球棒在身的、啊，你怎么跟我斗？仕方のない。我们的 King 开了六个心跳声，98万伤害。再来，对面的 King 开了一个小眼神，技术骑士74万。好，对面厉害，110万，有点痛。我们的球棒怎么都不攻击啊？300万的春卷，好，我们的球棒直接带走那个龙卷，原子武士是吧？原子，哎呀，有点可怕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只要球棒健在就没有问题哦。来，球棒一打四没问题。球棒直接先靠走对面 P 孩，再带走对面的 King。还没有啊，靠腰啊，二打三啊，球棒啊！哎呀呀，差一点点啊，各位观众啊，那要捏啊！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挑战第二名的阔鱼老公，怎么会打不赢还不动啊？没关系哦，来。我们挑战我们的阔鱼老公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睁大你的双眼，看看老爹的不良少年究竟有多强悍。我们的 King 喊了六个心跳声，再来，没问题，对面厉害做得出来，84万啊！再来，钢铁骑士140万，该我进攻了没啊？好。我们的球棒敲了对面的金属骑士一下，对面春卷630万的伤害，哎呀呀，好高啊！靠腰，没问题，是假赛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靠腰啊！怎么可能啊？没关系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直接挑战第一名的卓玛哥啊！老弟，再改一下位置哦，我觉得应该这样比较强啊。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直接使用我们的球棒挑战我们的天津第一，看看我们的球棒能不能击败我们的卓玛哥。好，来，我们的 King 定了对面一下，对面石人花开了三朵石人花，再来，我们的春卷直接六个春卷，180万。没问题，好，对面球棒敲了一下，我们金属骑士清数了一下，没问题，好，还是六打六，没有人员伤亡，靠腰死了两个负伤了，各位观众，四打六还有机会，老弟血量比较多。哎呀，差一点带走他的食人花！没问题啊，四打六可以啊。好，四打五，四打五啦，四打五啦，各位观众，五四打四啦。我们的 King 开了四个心跳声，200万，四打三应该可以吧？哎呀，要不独角声 GG 啦！加油啊，球棒，球棒！没，哎呀！你个三打！哎呀，好，三打三呐、啊，加油啊，球棒啊，没问题啊，三，赌希望 GG 啦！哎呀，差一点点啊！你个三打！好吧，各位观众，竟然只能达到第四名啊！我觉得应该是阵容排不好吧，还是这样子才会比较强啊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调整一下阵容哦，我们再试一次啊。
大家不赢就没办法了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们试试看，让我们的金属球棒独角兽深海王站在后排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哎呀呀，又输了，好吧，各位观众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只能第四名而已哦。那么，老弟哦，把金属拳棒练到五星之后，我们再来大报仇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一定要拿到天经地义，大家拜拜。